是郎祖筠，新青春反网霸，相信每一个优秀的青年，每一个好人都不愿意做那个躲在网络后面不具名的案件伤人的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想想看咯。每一个人都能够加入我们这个教育部青年署北基金青年志工中心反网霸的活动，也希望我们的网络能够清新，能够健康，大家一起加油，要勇敢哦。